大朋友们请坐，好看的小老弟小老妹请坐，我是林毅。今天呢咱们来个教程，用 AI 呢做个小作品，把音乐啊图片啊视频啊这些最近火的都一锅炖了。目标呢就是大家看完都能知道怎么用这个东西。第一步呢就是先整首歌作为底子，写歌呢咱们用 Suno 这个网站，点右上角 Make a Song， 进去之后呢左边点 Create， 然后把顶上的 Custom Mode， 也就是自定义模式打开。它的逻辑就是呢，你把歌词写好，然后再在下面写一下你想要的风格， AI 就能帮你把歌整出来。操作呢特别傻瓜，完全不挑词儿。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个视频叫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，很意识流，这个作品全是干话，但就这么怪 AI 呢也能给写成歌。我这儿呢已经做了一个了，咱们听一下。这首歌的风格呢，我选的是 funk 和 rap。AI 呢，确实做出那个味儿了。这儿呢，我额外有个操作，就是把原词分了个段，然后呢，简单加了个主歌副歌的结构，就中括号里面这些功能词儿。像在歌的中间呢，你想加段配乐啊，想升一下情绪或者降一下情绪，都可以用文字来指定。AI 呢，就会照着你的要求来做。还要注意的一个点呢，是 Suno 生成音乐是有长度限制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把词分成几部分。第一部分做完之后呢，你可以点最右边三个点，然后选择继续往下生成，把下一段词儿写进歌词那个框里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想做多长做多长了。我最后做的这个3分钟。的歌呢就是三段拼起来的，虽然词儿很怪，但成品呢还挺好听的。循环了几天，就这么不可名状的词儿我都给完整背起来了。用这个思路来背课文背公式，那绝对是前途无量。歌有了，然后呢就是配画面。咱们这次呢肯定也是交给 AI， 这部分呢是团队一起做的。 AI 作画呢现在按提示词的写法可以分两类，一类呢是 Mid Journey 啊 Stable Diffusion 这种用关键词来指导 AI 生成图像，另一类呢就是以 OpenAI 的达利为代表，直接讲人话就行。像这次这个任务呢就只能用达利了，因为这词儿本身呢它就怪。什么叫意大利面拌混凝土啊，然后像什么秦始皇的切面，特朗普的 N 次方，那都是怪东西。我们自己脑子里呢都没有画面，所以呢也很难给 Stable Diffusion 写提示词，就只能甩给达利去发挥了。这个步骤呢很简单，直接中文发到 ChatGPT 就行了。 GPT-4 呢会自动调用达利的作画功能，效果呢还是不错的。碳基生物造的孽呢还真就得硅基智能去擦屁股。当然只有静态图呢画面就有点单调了，所以呢首先我们用 Stable Video Diffusion 把一些关键画面转成了视频。这个呢是用 Comfy UI 做的，有现成的工作流可以用，把图片拖进去，点一下右边的 Q Prompt 坐等视频生成就可以了，搞个几秒钟的片段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接下来呢我们还紧跟时事用到了最新出的 Layer Diffuse， 这个呢推荐大家直接看 Nelly 老师的教程，讲得非常细致。简单说呢就是它能直接生成透明背景的图片，比如呢生成一个二次元卡通人物，每根发丝呢都抠得清清楚楚，可以直接放进背景画面里，而且呢还可以生成火焰啊道具啊树木啊各种元素，无论对动画游戏还是视频制作都是重大利好。像我们给这首歌呢做画面，就可以生成一些独立的画面元素，然后呢给他们配上动画，就像那么回事了，很抽象啊，已经接近人类视听认知的边界了。它的完整版我会放在结尾。这次这个小演示呢虽然不长，但把 AI 创作领域最新最有用的几个方面都覆盖到了，大家后面有用得上的照着操作就行。这些工具呢本身难度也都不大，然后大家如果对哪方面很感兴趣呢就评论告诉我，我再细致点讲一讲。之前大模型入门的续集呢也在准备了，后面做完了也发出来。行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，我是林毅，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。这个意大利面就应该比42号混凝土，因为这个螺丝钉的长度会直接影响到挖掘机的扭矩。你往里砸的时候，一瞬间它就会产生大量的高能蛋白，俗称 UFO， 会有中山经济的发展，甚至对整个太平洋以及充电器都会造成一定的核污染。意大利面就该拌42号混凝土，螺丝钉的长度会影响挖掘机的扭矩，高能蛋白会也冲影响经济的发展，甚至对太平洋都会造成一定的核污染。
听不懂。就说根据这勾股定理，你可以很容易的推断出公司要的下来攻击，那是可以不握眼神的三角函数的。七星晃的前面是否具有放射性，特朗普的 N 次方是否含有沉淀物，都不影响这个沃尔玛变成个 Welcome。 在南极汇合，在南极汇合，意大利面就该办42号混凝土，螺丝钉的长度微笑瓦解机的扭矩，高能蛋白会也冲一项经济的发展，甚至对太平洋都会造成一定的核污染。他的观点我无法沟通，他的观点我从来都不懂，我没办法沟通，我也从来都听不懂。他的观点我无法沟通，他的观点我从来都不懂，我没办法沟通，我也从来